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很多妻子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记住他们结婚的日子，并且能在每年的这一天收到他送的礼物。妻子希望丈夫陪她逛街。二，抱歉，这张表格您填的不对，请稍等一下，我再拿一张新的给您，请您重新填写一下。表格填写错了。三，去面试的时候，衣服要穿得正式一些，不能太随便，穿戴整齐表示你对面试者的尊重，会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面试时必须准时到。四，出汗可以影响人的体温，大量运动后人会觉得很热，这时出汗可以使体温降低。相反，在寒冷的环境下，少出汗可以留住体内的热量。多出汗对身体好。五，狗是很聪明的动物，但要让它完成一些任务，只教一次是不可能让它马上就记住的，应该耐心的一遍一遍地教给它，使它熟悉，然后才能学会。教狗学习需要耐心。六，到机场后，他才发现忘记带信用卡了。他乘坐的航班大约半小时后就要起飞了，他只好改签下一趟航班。他没带护照。七，现在朋友之间流行发各种幽默短信，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。但是，如果同样的短信你收到了3-4遍，
再幽默的短信，你也笑不出来了。发短信很麻烦。八，舞会上最好不要直接拒绝别人的邀请。如果不得不拒绝，可以告诉他，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之后也不要很快又接受其他人的邀请。不要直接拒绝邀请。九，太阳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，它每天为地球提供阳光和热量，保证动植物在合适温度下正常生长。这种情况在将来至少40亿年不会改变。太阳对大自然的影响很大。十，春天天气忽冷忽热，容易感冒。医生提醒人们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。早上起床后，应该打开窗户，换换空气。如果感冒了，要及时去医院。春天容易感冒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。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今天吃的太多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喝点热茶可能会好一些。男的怎么了？12，都9点了，你怎么还在睡懒觉？快起床吧。昨晚看网球比赛，看到2点半。这不周六吗？平时哪能睡到9点？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13，这件事让小刘负责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合适的，他就是学这个专业的，做事情也很仔细。女的觉得小刘怎么样？14，那位导游给我的感觉很不错，这几天我们玩得很愉快。同意，他的服务态度确实挺好，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。他们打算感谢谁？
15。小姐，您好，您想买什么家具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？谢谢，我想买沙发，有蓝色的吗？女的要买什么？16。真对不起，把您吵醒了。别客气，我正好也要起来活动活动了。男的刚才最可能在做什么？17。奇怪，你忘记放糖了吗？这杯咖啡怎么这么苦？你的在那儿呢，这杯是我的，我的没放糖。他们在谈什么？18。喂，你中午几点到？我请个假，去火车站接你。不用专门来接我，我行李很少，你放心吧，家里见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19。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跟我们去游泳吧。不了，我爸今天过生日，家里来了一些亲戚，我得回去帮忙。今天是谁过生日？20。我今天做的酸菜鱼怎么样？你尝了吗？还可以，鱼肉很鲜，如果汤里再加一点盐就更好了。男的觉得鱼怎么样？21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找时间把咱们在公园照的照片发给我。抱歉，照相机刚被我妹借走了，暂时发不了，明天一定发给你。女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发照片？22。你这条裤子脏死了，一起扔洗衣机里洗洗吧。等一下，口袋里还有两张电影票。他们俩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3。这张画挂这儿可以吗？这儿地方太小，有点窄，还是挂对面的墙上吧。女的是什么意见？
24。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你准备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吗？学校附近太贵，离学校远点儿没关系，只要离地铁或者公交车站近就行。男的对房子有什么要求？25。去长城玩的同事，请明天到公司集合，9点出发。一共是12位同事。现在还有人要报名吗？明天我们参观多长时间？大概几点能回来？女的关心什么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文件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。好久不见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在办签证，准备出国。你的生意不是做得很顺利吗？怎么突然想出国留学了？你误会了，我是去旅游。男的为什么要出国？27。你穿这件衣服看起来又高又瘦，很漂亮。真的呀？太好了。你说我穿哪个颜色更好呢？你穿这个黄色的就行，不过白的也不错。那我再试试白的，两个比较一下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8。听说你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广告公司工作了。是的，这让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。这样做不会影响你的学习吗？我认为不会，实际工作能让我更理解书本上的知识。男的对参加工作怎么看？29。你研究生考试考得怎么样？数学可能考得不太理想。大家都觉得题挺难的，你复习那么长时间了，肯定没问题。谢谢。5号成绩就出来了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成绩什么时候出来？30。
先生，您好，您的座位在这儿。谢谢，请把菜单给我。给您，这个是今天的特价菜。我不吃羊肉，我先看看其他的菜吧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1。你不是2点就出发了？难道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？我半路上跟另一辆车撞了，刚才把车送去修了。撞得严重吗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没事，不严重，就是把车门擦坏了，但恐怕一星期都不能开车了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2。海洋公园到底是不是在东边呢？怎么还没到？方向肯定没错。估计再有几分钟就到了吧。再晚了，我们就来不及看表演了。别担心，下午还有一场呢。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？33。今天是小王请客，他有什么高兴事儿呀？他搬新家了，晚上请老同学们去家里吃饭，顺便看看他的新房子。是吗？他在哪儿买的房子？他那儿的名字好像是长江花园，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小王怎么了？34。明天的演唱会，你要不要看？我当然想去，可惜票早就卖光了。正好我朋友多给了我一张，那到时候一起去吧。真的假的？你是在开玩笑骗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明晚7点，南门见。明天晚上他们在哪儿见面？35。这些塑料盒子还有用吗？没用了。没用的东西就放垃圾桶里，别到处乱扔。好吧，那我现在把房间整理一下。女的是什么态度？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北方人爱吃饺子，除了因为饺子味道鲜美，还因为人们忙了一年，过年时全家人坐在一起包饺子是很好的交流机会。另外还跟北方的气候有关，北方比南方寒冷，吃热饺子让人感觉很暖和，很舒服。36。北方人过年有什么习惯？
37. 说话人认为北方的气候怎么样？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教育不同性格的孩子，要使用不同的办法。对那些活泼的孩子，要给他们一些限制。对那些害羞的孩子，要经常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。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，要表扬他们。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的发展。38。根据这段话，教育孩子要考虑哪方面的不同？39。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人听一只小鸟叫，觉得很好听，尽管他完全不懂小鸟唱的是什么。一个人看一张画，他看来看去都看不懂画的是什么，但是仍然觉得好看。其实在人们不懂什么是美的时候，美一直都在，美不会因为人们不懂而改变。40。关于小鸟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1。美有什么特点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生活是什么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说，生活是一杯酒，蜡烛带香。有人说，生活是一块巧克力，甜中带些苦。也有人说，生活是一个圆面包，最中间那部分是最好吃的，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。生活究竟是什么？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42。这段话谈的是什么？43。圆面包有什么特点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现在做一个网站变得越来越容易了。不仅许多公司有网站，而且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网站。访问各种各样的网站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网站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。44。关于网站，下列哪个正确？45。说话人对网站是什么态度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